这对情侣刚交往不久，女孩赶着上早课，选择了翻窗。没错，这个女孩不是正常人，而是吸血鬼。在这个世界中，还存在着吸血鬼猎人。吸血鬼为了自身安全，只好隐藏身份。他们不能白天外出，要想打工，只能晚上出门。照不了镜子，那就 P 个图打印出来。善良的吸血鬼不吸人血，只能拿老鼠解馋。他们还有很多超能力，如果上班快迟到，住的房子又高，可以直接爬墙下楼。要是走路走累了，还能浮在空中飘着走。要还是不满意，那就选择瞬间移动。谁不听你话，直接来手迷惑术。与此同时，吸血鬼之间很相爱，偶尔召开线下团建，关心同伴的生活。身处吸血鬼家族的金发姐和大眼妹是对同居宿友，大眼妹还是人类时嗑多了药濒临死亡，被金发姐救下后变成了吸血鬼。从此之后，两人如同家人一样照顾彼此。因为不能白天外出，大眼妹在学校复读一年又一年，至今都参加不了毕业典礼。这个情况就像高考的时候旁边坐着80岁考生一样。在上晚课时，大眼妹遇到了痴情哥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刚认识不久，大眼妹就被带去见了家长。秃顶爸一摸手就感觉到不对劲，这手怎么凉飕飕的？原来秃顶爸就是个吸血鬼猎人，名叫范海鑫，平时的工作就是狩猎吸血鬼。大眼妹的出现让秃顶爸充满了焦虑，他严令阻止两人交往。父子俩争辩了很久都争不出结果，妈妈则提出方法，邀请大眼妹来家里吃饭，这样就能好好判断秃顶爸的怀疑是对是错了。大眼妹接受邀约后，害怕暴露身份，为了掩盖苍白的肤色，她涂上变黑霜，但不管涂了多少层，肤色还是苍白。去做日光浴，烫得全身冒烟，都没有变黑。眼看晚宴将至，难道身份就要暴露了吗？大眼妹身为吸血鬼，为了掩盖苍白肤色，想出了最后一招。她涂上喷漆，将自己打造成古铜色美女。大眼妹如期赴约，与自己的一生之敌共度晚宴。秃顶爸是个吸血鬼猎人，为了验证大眼妹身份，专门在汤里加了大蒜。见大眼妹刚吃一口就直接喷饭，秃顶爸心中有了答案。大眼妹想着迷惑他，但无奈秃顶爸魔抗点满，施法几次都失败了。这下大眼妹的身份直接暴露，好在痴情哥傻傻解围，带走了大眼妹。秃顶爸为了掌握证据，派出间谍去到吸血鬼集会调查，却被大眼妹一眼识破假身份。大眼妹一张口，吓得间谍直飙尿。但任务已完成，间谍成功录下证据，还没派上用场，痴情哥就发现了大眼妹的身份。两人共度一夜良宵，大眼妹为了赶在天亮离开，直接爬墙走人。这扭成180度的身体贴在墙上的四肢像个奇形种一样，吓得痴情哥怀疑人生。难道挨了这么久终究还是错付了吗？并不，痴情哥很是痴情，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都一直爱着你，但能不能把手上的十字架先放下？Really? 大眼妹收获了真爱，金发姐却重逢旧爱。她与犀利哥分手多年，再次见面却是如此惊吓。一名劫匪抢劫商店，吓倒了一旁路人，金发姐为了救人只好暴露身份，救活了路人。犀利哥目睹一切，这才知道自己的初恋居然是活了200年的吸血鬼。犀利哥有个老婆患了癌症，即将离世，他恳求金发姐救人，将老婆变成吸血鬼，老婆痊愈康复成了性感辣妹，犀利哥的生活再度回春。小问题是解决了，但吸血鬼又面临新的麻烦。在秃顶爸的调查下，所有人的身份要被发现，为了修改身份只能去调查局改信息，但调查局只在白天上班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一天有场日全食，这群穿着得体的人都是吸血鬼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们使用迷惑术让职员乖乖听话，成功修改了身份信息，吸血鬼又能暗藏在人群之中了。然而麻烦接踵而至，大眼妹怀上了身孕，这本该令人开心，但要想生下小孩，大眼妹只能变回正常人，否则胎儿就会消失。唯一的方法只能杀死吸血鬼女王波浪姐，但是波浪姐一死，他们都会变回人类，怎么办？金发姐活了200年，她跟大眼妹早已是对家人，她铁下心哪怕是死都要帮大眼妹，但只靠他们俩怎么干得过？金发姐急中生智，找到秃顶爸道出了事实。秃顶爸想着能抱孙，拍着胸膛，自己势必会帮忙。援手有了，现在就是决战时刻。这边波浪姐还在狩猎人类，刚下嘴背后就插来箭弩，大伙将她吸引到博物馆，姐妹俩躲在一旁想要偷袭。然而
波浪姐抓起秃顶霸，想要将他处死。危急关头，痴情哥及时现身。波浪姐被锯下脑袋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丢进棺材盖上就能成功处决。哪知父子俩突然开始拌嘴，忘记盖棺材，波浪姐来了手人头接骨术，脑袋居然和骷髅架接上了，二次复活有用吗？一个恢复直接散架，再把脑袋丢进棺材，众人一合力成功盖上棺材，旁边没头的身体也顺势倒下。波浪姐被杀死，两姐妹就要变回正常人。大眼妹老了20岁，却还是看着年轻，但金发姐已经活了很久，很快就要上天了。他们来到街头，金发姐再次尝到食物的味道，回忆起了种种往事。现在她垂垂老矣，能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，也已心满意足。姐妹俩做完最后的告别，金发姐便化为散沙，随着微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几年后，大眼妹生下一个女儿，然而女儿却是只吸血鬼，但秃顶霸却毫不在乎，看来爱你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都不会介意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里是科幻战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